光光哎天啊！我好像没六，啊六应该有机会杀到。 快翘啦！这个就是打野，谁先来谁就谁中路就输了，然后就可以再给他来一炮。没有打野位置，我不太敢过去，危险！来找远距离，先给他来波爆发。 哎，哦哟，哦，真假的？带走，嘣！还好我先杀到了，不然他就白死了。然后我们赚到一个手杀，赞哦！没杀到就亏了。 吓死我了！还好我一个精美的 Q 一将他给带走。哦，他刚好是闪现 W 啊，让他没有技能可以拉掉。哦，吃个蓝，没有给我蓝 buff， 锤子没出去，为什么他绕好快啊？他刚不在左半步吗？他也太快绕到右边来了吧？卡下不会绕，感觉要送了。究竟是一个帅气的锤还是送头？嗯，帅气的送头。哇、哦，他绕好快啊！他感觉绕过来堵我，削完八蛋啊！给你蓝 buff， 你给对面蓝 buff， 没有，干得不？ 是有机会可以赢的，但是没想到就那个 Q 没有出去啊。还好啦，我应该还是我没有输啊，就是我歇才赢。
咻嘣，命中目标，有瞄有擦。再瞄一次，预备备，咻，干不掉。其实我们视野蛮好的，欸，快逃啊，卡加布雷达。哦，奈斯。精美的袋子。转转转转转。欸，这个人。想做坏事哦。干，好危险好危险。欸，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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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欸，我不，我自己过去要死哦。快冲快冲。我死了，再见了各位。干，我以为李欣会过来跟我一起打。而且他怎么钻进来的啊？李欣刚才吃的时候，卡伊斯不砍他哎、欸，卡伊斯从头到尾都在蹲我，真的是有冒饼是不是啊？因为他刚刚在这里，然后不知道怎么走到这里。我那时候李欣走掉之后，我没看到他，所以我刚以为卡伊斯在这里，我觉得我可以加速冲过去，但没想到他直接一个神奇的蹲点。神奇，这就是神奇啊，太神奇了，蹲点。欸，其实上一开始我就希望李欣去背着他，我觉得李欣去背着他会好一点，然后我再冲出来给予他最关键性的 damage。早知道就回家了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在那边多留一秒呢？哦，下路跟中路都赢到，但是中路送了两颗头。这个人蹲在这里干嘛？啊，是没吃过，待在这里中吗？嗯，有中吗？好像没有。哦，单刷御史者。哇！他没有死啊！加油，我有摆渡人收头。嗯，摆渡人死去。哇操，死光了！天哪，这个大夫，这个大夫直接送我们全部下去探亲啊！好亏哦。
感觉刚才我死掉了，太莫名其妙了。我踢三个，敲三个，超强爆发。哎、欸，我刚尽力了，我已经把我，哦、我已经使出我的浑身解数，再上一波打出我全部。好了，我马上送这个露露。好，各位，刚露露要死哦，露露要出事哦，我先预备备瞄准一下哦，这个露露，因为他逃露出我的手掌心。快逃快逃！哇，出事了，啵啵。哎、欸，没有理由，为什么刚刚卡一次没有死？哎呦，哎，这个人怎样？直接卷我哎、欸，吓死人，吓死人！回家回家，有冒饼是不是啊？哎、欸，兄弟们，跑起来哦！我要出事啊！救救这个摆渡人啊！感觉卡莱斯要来，我预感卡莱斯也来不了。哎呦，我闻到了尾刀的气息。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 ，Allen 滑起来，啊，杀不掉了，先给他一炮，现在交给他们。差点钱呢。相信自己不会死，勇敢的去洗掉这波兵。阴招！你这个差35块，回家就可以和我们这个暮射夜射原界。哎、欸，结果不用冒生命去洗，我边缘冒把塔拿掉了。这东西现在改好烂了、哦，但这个装备，这个数值还是有解析啊，上个装备改烂了。他以前太强了，以前这个东西是持续时间10秒，然后吸力只要30秒。那时候这个装备真的是他妈的做坏，但现在其实改成这样没什么再出了。但这场我觉得还是有点用啦，就你可以叠模仿，然后又有致命，就这个东西还是有点用处。因为我还是会选择魔剑，我下一件会魔剑，然后黑切，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价值啊。靠背有够衰的，他怎么忽然出来啊？他刚不在哦，干，实在快啊！以为他不会那么快，送了一颗头。嗯，露西恩哦，
路仙我记得是改他 Q 的那个速度啊，就是好像 Q 点高的话，他整个模组的流畅度会有显著的提升啊。但我觉得还是只废角，应该没还是没有很强啊。就现在比赛应该也是不会有人出 Soul Link 会使用他，我觉得现在玩他不如玩伊利吧，伊特勒比现在路仙强太多了。比地好了，感觉我需要发育，鞋子太少。兄弟们，打架再叫我，没事别call我。基本上进到这个局面，等等就是我的局啦。糟糕，挂塞。兄弟，我走先，快逃啊！哦，没事、欸。拉倒、哦、AD 直接翘啦，就不了他。对不起对不起，哥哥不要。你在大声什么啦？这个是 Makino 22个月，感谢订阅。他们去吃火龙嘞，而且这个老婆怎么在这里啊？什么摆渡人的老婆在这里？神速绕，神速拉大，感觉他妈好可怜哦，他妈笑死！没啊，不交场我就死啊！我当然是来波神速拉大，杀完直接拉掉啊！哦，拉的好好顺畅啊！我这波操作真的太顺畅了，我这波操作好流畅啊！流畅的操作，致命的收头，华丽的绕跑，死的人不是我，舒服了。啊，他们要死光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这样子，肥宅。外套穿起来好舒服，叫你怎么看？公三小外套都还没拿到，想骗啊？你敢在训练室穿外套给我看看啊！我直接把你外套给烧掉。哦，这个 poke 非常的关键。哦哦，这什么东西？怎么胖子？死光了！加油，摆渡人！魔力直接烧毁，七费烧毁，直接把训练室除了我之外有外套的人的外套全部给烧了。啊，掉八楼了。有点难打、欸、我们是零西西组合、欸、我们组合西西太烂了，有点难打。上路没什么西西，然后 support 也是个没有，我们因西西太少了，我们西西好弱，难打。
鳄鱼还差多少？鳄鱼差950块，这边好多、哦。哎，别出事啊！守这里，守这里。这波我在，我再绝对守住这波。嘿咻，这边应该转上，我们去上路先 poke 人。我天哪，他肥到出油嘞！哦，这个 poke 超级精美。干没死，又死！呜！太扯了啦，凯斯将没有死。一个都没有死、欸、太扯了！每个是不是都买那个？他每个人是不是 lucky 又点到100啊？每个都没有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嗯，现在情形非常的不妙，这边都死不了。哎、欸，上波我觉得我们已经打蛮好，这边打很烂，那个球女空大，然后我的 poke 也是有蛮多波打到，有几波打到两到三个 carry， 还是有把伤害打出来。腰力够，上过了就发狙击，改没得打哎、欸！我们这个西西，这次回九龙进来开团，然后卡是直接进来送，我们特绝对赢。我干，我这 poke 又是一个非常精美的 poke， 打不进来回来。靠呗，加速没啊！太硬了。Alan。那他们看陆先的厉害吧？看，我觉得我每次镜头对个谁要凶，那个人突然都会送给我看啊，吉吉啦，哦，吉吉，我已经打出了巨量的伤害，还是不花凯瑞这场游戏啊，跟这个组合太猛了，全对下去，通通探清。我这伤应该有个28000左右吧，应该全队最高。哇，整场输出最高啊！但没有办法啊，还是赢不了。感觉组合的问题啊，他们组合比我们好，我们组合就是里面。